按照你说的方法，用蓝银草把小五的毒给吸出来了。嗯，再让他休息一会儿，等院长回来，把小五叫醒，我们立马回史兰克。老师，我想知道我爸的过去。我答应过你爸不能说，等你见到他，你自己亲自问他。叶知秋说，叶火村的事，武魂变异的事，幕后的黑手其实是我爸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我甚至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他，有关他的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。唐三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的父亲确实是昊天斗罗。至于武魂变异背后的操纵者未必是他，你别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。我爸离开的时候跟我说，我们家有很多秘密，等我变强了就会告诉我。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算变强？ 我想，我应该去西斯城，挑战修神战队，加入叶知秋，这才是我最快见到他的方法。你错了。或许在史兰克你还有点本事，但放眼整个斗罗大陆，你实力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现在去西斯城，你不可能成功的。 哥，在星朵大森林里，你不认识我的时候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你是我最好的妹妹，我保证从今以后绝对不会再伤害你。那就说好了。一言为定。 哎，好了，大家坐在这儿休息一下啊。哎呦，小刚，看你气喘吁吁的啊。 身体不太行啊，哼，不像你，身体好，老当益壮。哎，你在这说我老啊，把话说清楚啊。<笑>我去那边找点野果子啊。红俊，三哥。 红军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知道变异武魂幕后的黑手是谁。是谁？封号斗罗，唐昊。封号斗罗，而他也是我父亲。 你父亲为什么会和武魂变异有关啊？是叶知秋告诉我的。他是谁啊？是伯乐的上线。无论叶知秋说的是真是假，我都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毕竟你也是其中的受害者，如果瞒着你不说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。红军，要打要骂随便你。 我绝对不会还手。在叶火村之前，那个叶知秋就告诉你了。不，出了星斗大森林我才知道的。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叶知秋说的就是真话。三哥，我相信你。 即使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的，我也不会怪你。毕竟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你就是让我去送死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那个丫头的毒
只有总部的人才能解。哎呀，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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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中毒的人又不是你。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，我要替我妹妹讨回公道。饶命饶命！饶命饶命！马红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可想好了？要不是我，你不可能拥有凤凰武魂。你别！我不想要凤凰武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爸就不会受折磨，他也不会死。可是你已经变强了呀！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可以给你补偿。补偿？你的补偿能让我爸回来吗？我可以赔你钱，我给你买大房子，好不好？家是人，不是房。他已经回不来了。哎，这小子要发狂了，赶紧给我放下来！赶紧给我放下来！这小子要发狂了！哎呀！是，我们做到了。来，龙。是你，废物，被精神控制了这么久才醒。看来你离家远行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。你放心，我杀了他就带你回去。胆小鬼，游戏结束了，死一下很快的，你放心，不疼。他们班，你跟我必须得联手，否则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哼，我怎么会杀我亲爱的弟弟？我是武魂殿首宗亲传弟子。武魂殿首宗是你的师父？没错。哼，那更好了，我倒要看看斗罗大陆第一强者徒弟的血是什么颜色的。大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的蓝银草挺有意思的。你们快走，我拦住他。走不了了。还能再用一次白狐狸光波吗？白狐狸光波对他无效。我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昏迷的时候还记得保护我，我很感动，谢谢。你说谎。用白狐狸光波，我们一次就能解决问题。真的吗？那我倒要等等看。要严师爆发的那种，相信我。